小航航。我明天去不了了，然后还说一起过去嘞。没事，我们谈你结婚的话还有大把的时间，是不是啊？来，可以随便玩。啊，下次去，因为我有三堂酒。嗯，国庆了。不是也是哦。嗯，真的。来，小航航，快点来跟叔伯玩一下。快点不？等一下你回去了不？小航航，你刚去哪里玩回来？去柳州是吧？你跟谁去？跟哪个去？跟这个去啊？这个是谁？那等下两个，我他妈的，他摸到你的脸，然后两个手一起在那摸着睡。他会觉得不对吗？不是，他摸他两边脸，他都摸着我的脸，他也睡。好可爱的摸，会摸着就两个脸睡吧？再抱一下。叔婆叫叔婆。哎，爱你哦，爱我怎么说？那比身比身比身，我看一下，怎么比？这样比啊？哦，这样子啊？这个比身哦，是不是？比身哦，是不是？小姨呀、啊，小姨，叫小姨。小姨比身哦。来听点个。这么着没法玩了，都没，都是在扣两米，还在那打，就在我们那打他们。哎呀，哎呦，两个一起抱哦，哎呦，亲亲亲亲，不要不要冷，不用手，不用哦，不用用手，亲亲嘴巴亲。有没没笑？来亲亲。嗯呀，哎，真没笑啊。亲得够猛的，真是。哎呦。亲鼻子啊！你要吃什么的？哈哈哈哈哈！他给我打地打地的哦。嗯。亮瞎我的眼了。你是爸爸。哦，爸爸。哈哈哈哈哈！哦，轻一点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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。哦，轻一点，温柔一点，哥哥温柔一点，懂不懂？轻轻抱。哦，亲亲抱。哈哈。你是多厉害哦，一个几十斤的哦。哈哈哈。哎呀。轻轻一点，温柔一点哦，温柔一点，温柔一点，温柔一点。哦，温柔一点。大家听听你的口。他回头车这么走的下，可能我没去了，反正。不能跟叫你车的话，哪怕你。回香洲，还有跟香洲姐在见的，你没去，我怎么去成了？对。啊。你过去了香洲，我过送你回来的呀。没用的，他这都见了在。啊，我，那么就是中午的叫，不能打架。爸，我把门不要走。中午的叫干没回来，爸，干没去。把门不要走，到时候。给我几袋熊心干。那跟千里要去。你老去找表妹，我把表妹抱走了。哪个？那你就坐啊。再见。哈哈哈。我的那个来，请关灯。好了，妹妹开嘴巴就想啃他，妹妹想啃他。哦，得了，嘉欣抱一个，嘉欣抱一个，快点，等一下危险。抱这个，抱这个肥仔。抱这个，你说我是肥仔。不是的啊，我是小航航。马上跟手都觉得轻了。我带表妹去了不？不让你去了，走。带表妹了。表妹，我们去捞鱼。带表妹。小辉，你看什么啊？小辉，哎呦！中午要去野餐的，拜拜！假日放假去，去吗？去了，发工资，出场费，来要算一下。去哪？小辉，等下我们要去基地啊。什么时候？峰峰藏在基地那里，等下就等他去了。等一下。哦。好。快点，拜拜。要不要放出场费吗？哎呀，昨晚上那个老板娘说。150个蛋糕杯，这个是谁呀？这个是哪个小牛仔呀？亲家，你看你舅娘啊，你是不是做的不好吃吗？啊，舅娘，舅娘你都不穿鞋子。明哥，你们去的话就早一点哦，动作快一点哦，早一点。好，把表妹带走了，好不好？我转身，回来。Hey.
我都怕堵车，跟你说。等下下次我去，我跟你一起去，我下次我们有空的话，我找邀你一起，啊，我们一起去好不好？我上来接你都没问题。等一下你回哪里你知道吗？哈哈，等一下你回哪里知道吗？上次谁捧着我的脸也睡觉呀？推摸我，摸到那个脸，然后就睡了。哦，要抱一下呀？抱两个。要抱两个啊？抱这么多。哎呀，小妹，又紧张了，亮瞎我们的眼了。啊，哎呦！妹妹去那边去学习哦，妹妹你去哭了。妹妹说你有点怒。妈妈你们去玩开心一点不？帮我那一份开心也玩玩不？好的，下次我们再约。啊，下次我们再约。我这几天有几趟酒，没办法。不吃了，不吃了，马上去。酒不吃了，衣服也不拿了，直接去。酒都不吃了，不得了。去穿老肥穿的衣服。对。还拿吗？好帅呀，过来。来了，大明哥。还有什么要摆的，快拉出来了。冰箱拿过来。没有，冰箱里面的东西统统捡出来，快点。妹妹啊，你看家，你看。来了，韩寒哎，你还回去不？你还回不回去？回不回？妈妈。啊？好帅的。哎呦，你还。美女新房客。哦。快点啦，抓紧时间了。